各位同心，我们现在要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众议院潘良华潘议长演讲，好，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谢谢。啊，咱各位同心，大家安安，大家好。啊，真欢迎大家哦，各地来上咱这个高级班。那么我请请问讲，第一个来上哈。哦月级哈，初级班无上，就来上高级班。高级班的亚洲我看卖，我那袂少嘞哈。好，安尼恁可能爱较忍耐一下，因为这讲的无介深啦，但是恁若无基础的哈，可能 有一点搞不太清楚哈。我今啊看听，应该你都会体会出来哈。那么我今啊要讲的主题是台湾主权地位探讨。好啊，那么过去。有咧讲台湾主权呢，真侪拢讲唔对，哦，拢讲到为管辖权去，啊，咱拄啊，比如你有讲主权甲管辖权不一样，吼，哦。那么我咧讲这内容，大部分拢参考咱秘书长所写的册，哈，哦，美国军事占领下的台湾，啊，哦，这本《台美关系关键报告》，啊，这本还不只重要，这两本拢真好读，吼，哦，较浅显易懂。那么过去，咱若讲台湾迄个美国军事占领吼，足侪台湾人拢哪有？吼，台美关系报告就是讲，台湾跟美国关系足密切的，哦，唔是讲干呐跟日本尔吼，跟美国嘛真有关系。过来台湾最终地位第一册、第二册，过来就是我那个奉承台湾国际地位法律上的圣经《新台湾论》这本。所以呢，读过高级班的，我拢建议讲一定爱买哦。大部分85%至90%台湾的地位，为这本册内底可以找到答案。我过去，哦，民进党主成立，我就加入吧。但是我改成伫民进党内底，足侪疑问没有办法解答，拢伫这本册，拢伫秘书长也演讲内底得到答案哈，哦。所以这本我甲讲做圣经，圣经，啊，我推荐讲。全世界吼，我推荐三本册，一本其中一本，另外一本叫做《被出卖的台湾》哈，啊，这本是美国人迄阵派伫台湾做副领事馆，诶，等于美国大使馆诶副领事哈。那么，伊所写诶第28事件前后迄段台湾诶经营，吼，而且。透过第三者，唔是咱台湾人写，也唔是中国人写，所以较客观公正吼。啊，这本册出版就随意由美国，嘛随意由中华民国想办法，所有册店的册拢甲买起来，无让咱台湾人去买着，吼。甚至台湾人翻译的，伊嘛去甲买，甚至去恐吓那个翻译者出版社，吼。那么另外一本我认为嘛真重要，就是讲。全世界出版上多语言啊，版本上多，出版的数量也上多，迄本就是《圣经》。全世界上畅销的一本册，咱也无看了，足可惜。第一名在讲第一名，我若讲毛泽东出了一本什么《毛语录》，迄无尊重，迄用政府的力量硬印予迄几十亿个人，一个人拢一本，迄无尊重。先啊，后壁的人会进遐进步。后壁个国家遐进步，因就是靠这本圣经，哦，所以你看美国总统要就职，伊啊一个就所按圣经，哦，发誓，唔是按美国宪法，哦 okay。那么网站有台湾民政府的官网，哦，台湾海外网，哦，自由时报电子报，这有一挂会在参考，哈，哦。那么。我首先搁自我介绍者，我本身是高屏地区马卡道族的后裔，我姓潘。那么我迄个潘，然后上初级班我有介绍讲，我这姓是素姓，是清朝官员素和员的，我住伫水边的番，吼。啊，因为我也无姓，所以用素姓，那个世姓。来，我参加
政党就是民进党都成立，啊，我就随加入吧。啊，迄阵也阁风声鹤唳，哈。那么我囡仔拄啊生出来无几个月，也袂晓惊。啊，朋友拢甲我奉劝讲，看你咧笑哟，啊你唔惊红来关，你唔惊恁某囝哦，爱嫁人妻哟。啊，但我都对国民党真不满的，对吧？好、哦，安尼过去，我为了要求证讲国民党伊是战胜国，何前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啊，咱是台湾人，咱尤其是日本讲是战败国，我想办法去日本，一个去日本真正。人日本战败国吼，赢台湾，赢中华民国，所谓因的台湾赢甜甜吼，吼因的地下铁吼，就是捷运，吼拢六七十年前人因都拢有啊，啊因的新干线吼，对咱所谓高铁有啊，人因差不多四十年前就有啊，吼啊咱拢输人输甜甜啦吼。那么民进党成立我加入，我算主持的党员。但是一直到徐明德甲柯信宏做党主席，哦，我足失望的。徐明德讲金马撤军，哇，啊，要饮和解咖啡。啊，咱台湾人的精英，哦，三万人，迄个国民党甲咱抬掉去，因无来甲咱回失礼，哦，无来甲咱赔罪，哦，无甲咱赔偿，唔是补偿哦。尾下李登辉用二八吼，这个。用补偿条例，补偿就是讲无承认错误啦。你若赔偿，唔靠讲有得承认错误，按补偿阁用咱台湾人纳税金的钱去赔咱家己的人，啊，这套生套生意。哦，所以徐明德咧创这个金马撤军，阁要看遐中国人遐国民党要啉和解咖啡，哦，我足不服气，足不服。啊，柯信宏讲要大胆西进，有无？要甲台湾的技术、资金、人才、哦、管理的这个技术，拢要去遐教中国人。我所以这两个党主席，我有够失望。我上钦佩民进党的党主席，就是这个黄信介、黄信介。民进党迄阵无钱、无党产，那么党工的薪水，哦，还是办事处的迄、那个服务处的开销，无够钱，黄信介拢。伊拢卖厝卖土地咧支持民进党的开销，哦，即大公无私，啊，佫足有心胸的吼，哦。所以伊也跟李登辉配合了真好。李登辉做总统无班底，但是伫立法院，黄信介所领导的民进党配合李登辉，李登辉有法度安尼甲郝柏村国民党的。这个军头，甲李焕国民党的党头，我都给抓了。这个是李登辉兵法，李登辉原来有一部啊。虽然伊无班底，但是伊有法度软索啊、牵牛安尼，甲这两只大只安尼救落来。哦，你看郝柏村伊就甲本来是永远的郝总长哦，现在也用何这个名，就是伊做参谋总长的时候。因照讲，伊陆海空军每一个总长拢会当做两年俩，吼、哦，照陆海空军安尼轮，哦，陆军你若后部分出来做两年，两年到，你落任换海军，海军做两年换空军安尼，要甲换，怎样经过要甲换？郝柏村伊阵训练一挂好家军无，拢伊家己提拔起来将军，联合讲落去演习，蒋将军惊着。唔敢甲换，伊若明年要甲换，搞不好就政变，搞不好蒋经国都又掠起来。所以，伊总长做足久诶，吼、哦，所以用号称永远的好总长，吼、哦。那么，李登辉甲讲，啊，你来做这个国防部长，哦，了，佮甲调伊做，讲你来做行政院长，哦，这行政院长是。管国防部的呢，规个军拢你管的，包括行政系统拢你管的，吼、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郝柏村讲讲，真正让他去你做，一个去做行政院长，配合民进党，一直甲弄跑，好无？
讲好不准军人干政啦，有诶无安尼？吼，还是好不准咧讲招有错，细改何妨？吼，啊，即好雨露的民进党伫立法院拢一直甲弄甲好不准规个名声拢歹，国民党诶声势一直歹，民调一直低落。啊，即嘛话李登辉就出来讲，我看你好通下台安尼，吼，啊，你搁做咧咱国民党诶帮你咧。用这个方式安尼，啊，搁叫李焕备位准备要来接，侯伯村看这个结局就讲，我若搁继续做，我真变臭人，所以嘛，阵偏啊崩来就落来，安尼，啊，无讲用中央安尼作对抗的，安尼软软啊，甲准甲救来，为军方调来变文人的这个行政院院长，安尼，哦，我都改个军官甲下掉。那么结果民进党尾啊吼，我失望了，我阵开始无参加民进党什么活动。无外久发现讲有一个政党佫出现，我这政党最近拢作怪，拢总师资辈，吼，拢律师、教师，吼，啊个医师、工程师，拢师资辈，就是建国党，目标非常明确。我迄阵就是支持台湾独立吼，独派要独立建国的。啊，所以这个党一个成立，我就随加入吧，吼。我唔知这个党真可惜，民进党伊惊着，哟，哇，这个党最近遮悬，我迄阵是台台迄个李正元医师吼，那个教授。伊做党主席，伊就是发动废除刑法100条这个人，吼，啊，伊个声望足好个，所以一个号召了一挂教授、老师、遐师资辈拢甲听。结果民进党惊着讲，哦，啊那这个遮最近遮悬哦，啊我民进党拢较一般个普罗大众，哦，真济普遍人穿天拖个，最近较无伊遐悬吼。安尼连袂晓取代，所以发动用人头党员去甲加入建国党，然后重新要求改选干部，规个许质变。本来建国党足欢喜哦，千几个党员加入来，我著声势浩大，毋知影这是木马屠城计啦。哦，这渗透入来，甲你质变去，甲你改。所以民进党你要欢了吼，建国党就生下一粒肉去。到尾也建国党，今嘛拢无啥咧活动啊，迄个名要滴个，但是无咧活动吼。啊，这就是民进党主书，伊为着伊党个利益、党个前途，无甲咱台湾个前途下种第一位。伊阵若讲来当来建国党专门，皆拢书生较济，吼，拢业毕个较济。让他去写论述，在报章杂志都会写论述，吼，讲台湾要怎走。那么理论上，让他去讲，行动派民进党来做，把你所讲的好的论述，我来替你实施，安尼，两个互相配合唔足好，结果民进党咧为了伊家己党的利益，把台湾的利益踩在脚下，吼，这是足可惜的。再来就是讲，我即摆建国党我也无通去吼，搁好啊参与伊个活动啊。我煞有魂无体啦，毋知要挖底啦，所以就会使讲自我放逐，就是啊，放我去啊，无要插政治啊。我阿雄我说，有一天，因为我逐天拢爱为高雄去屏东上班，啊，拢爱走迄个中正地下道。啊！迄阵咧挖捷运，高雄咧做捷运，煞挖者煞规个中正地下道崩去啦。啊，所以阮着遐封起来，阮着爱走顶悬。嗯，我走顶悬，我看到这机啊，哦，奇怪，你到即间咧直销公司，美国个总公司来台湾开分公司。迄阵是安尼想啊。我逐工咧过啊，一直到差不多一两个月后，
啊，我去病院替阮爸爸摕慢迁的药啊，吼、哦，高血压药啊，控制血压。咦，报纸有刊一篇无介大篇，啊，有这支机啊，我就甲上着看，哦，佫有电台，每天的十点到十二点，咱秘书长伫遐演讲。我药啊摕，我就拄啊，原来迄个时间有咧，我转来听，欸我这看听起来阁会吓呢，这咱日军的哦，我迄阵听是安尼啦，听听啊，我阁讲，迄、那个报纸阁刊讲啊，迄、那个礼拜拜六暗时啊七点半要伫武庙红云区啊广场要演讲，哦，我就讲都有兴趣啊，准啊去，结果去到咧分一个机啊，哦，啊我机啊摕咧，啊等咱比如说压轴。头前是迄个苏南城，较早南市市长、高雄市市长咧演讲，啊，苏南城咧做我讲的，哇！伫咱秘书长伊咧讲佫较热，拄啊像阿扁啊迄阵两千年咧选中华民国流亡总统同款，好，我迄天吉安咧会较爽到，为迄天吼，我发烧啦吼，烧到39度，到即马还袂退烧啦，嘿，啊对到即马对啊。要八年外哈、啊，所以我嘛希望讲，啊，恁来遮上课吼，上到高级班，你上少本来三十七度半，嘛爱加一度，无39度，嘛爱38度半哈，我爱热开，对咱台湾这个前途爱有一个负担哈。好，啊，咱来复习一个咱台湾主权地位的现况哈，过来复习一下。啊，先做好，咱这从第一届来上的人少了解一下。台湾是因为1945年9月7日，麦克阿瑟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啊，命令蒋介石的部队代表盟军来台湾受降，把日本军的武器缴械修改，啊，代表盟军来占领台湾，哈、啊。但是来到1949年。好、哦，12月，中华民国国共内战大败，哈、哦，伊规个撤退，哈、哦，迄届是武装难民非法入侵台湾甲澎湖。头前即届来，1945年来，遐部队是合法的。1949年年底来，这是非法的武装难民，一般难民无武装啦，好、哦，若有武装来到边界，就拢缴械去啊。你若要到人个，你要人个国家寻求庇护，你袂使炸武器，好、哦。结果这人吼，歹刀歹枪吼，歹机关枪，哦，无人机也派过来，把无人机用背了吼，拢、哦。那么你来看，2013年这前年8月2日，叙利亚难民伫伊拉克个。库尔德斯坦地区，联合国替起的一个难民营，好吧 ？UN 就是联合国的意思哈。你来看这马古写的 UN 哈，联合国救难总署哈，因所起的这个难民营，是这个大天道哈，帆布的，哦，足简陋的。但是你来看，全世界最豪华的难民营，北高两市，好，咱来看。这伫大安森林公园边啊，尔，这个建国南北高架有无？正平这边是大安森林公园，这边你甲看，这起官楼，这拢20-30楼，这佫开起第二届啊。这较早因是住伫边啊，这个大安森林公园是家厝啊，乌鸦厝的，有无？较早国际学者遐，有无？那么遐拢拱掉，甲这难民先出来边啊，对吧？伊先甲这起好，啊，遐难民较佫刷入来。诶，拢无咧讲咱农民哈，农村改建，啊，所以我都足不服的，平平拢伫住伫台湾，咱就爱起予难民两届，第一届起尖厝顶的乌鸦厝的有无？迄第一届，哦啊过来建村改建话，起大楼互伊住，你起两届互因难民住，咱遮努力起两届厝互遐难民住，啊，咱家己阮爸爸的厝，阮来家己开钱买梯啊买砖啊，家己起。
啊，因讲，嗯，因遮个拢，个只拢是军人，拢咧捍卫台湾，保卫台湾，看得贵个，是美国咧保卫台湾，美国第七舰队伫台湾海峡伫巡逻，无必要阿强阿拍过来，唔是因啦、啊。因是希望嘛，是希望美国甲保护，而且古林头战友啊，嘛是咱台湾人去拍的呢。哦，初期班我可能我那捌讲过，迄阵国共内战1949年，国共内战大败，蒋介石败退来台湾，结果古林头战役的时，是蒋介石委托。迄阵的日本的将军伫东北咧，看阿强啊咧，捌烧战过，拢真硬。迄个叫做根本博将军来台湾，穿中华民国的军装，用汉名，叫做改名叫做林本源。伊带一寡伊的这个参谋来金门遐，重新拟定战略，而且孙立人迄阵伫凤山训练咱台湾人，台湾军。迄阵的，迄拢有受过日本教育的，吼，读过日本册，去做中华民国兵。遐台湾军唔捌战败，还佫有日本武士道的精神，所以作用的，派调去金门。那么国共内战会输，就是讲国民党的军队佮共产党的军队，会使讲拢将军拢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因为苏联提钱提供步枪武器。成立黄埔军校，蒋介石是做校长，周恩来是做教务长，所以国共内战的时候，等于中国军跟中国军在战。啊，你有啥物建筑拢知嘛？拢是苏联去讨论来嘛。所以蒋介石一直输，所以伊知影讲哪个带金门马祖，哪无换一个领导者，一定输的。所以要叫日本军来。做参谋，所以日本军重新拟定战略，阿强阿直咧拍个，一声就许，咱台湾军作用诶，因为过去伫中国遐，国民党军也听着讲，阿强阿要来拍这个都市、这个乡镇，因拢先撤退走呀，根本无啥拍，伊当讲拍保死诶，保输诶。阿强阿安怎讲啊？我要放声讲，我后日要来拍金门啊，应该金门就撤军走啊，所以两两起来，唔然起来。杜两个啊，拢台湾军咧拍，也唔惊死，也袂撤退，所以咱真赢。遐老阿拢闭伫个坑道内底啦，皮皮错啊！因敢若听到阿强要来就错晒啊！啊，无因有时会臭闹，讲因是常胜将军，常胜将军就袂为长江以北输来到长江以南，佮输到跳过台湾海峡走来伫台湾。那常胜将军就袂走来台湾啦，这逻辑。咱应该知影吼、哦，所以我咧观察讲，咱的士大人都拢去布条啊，哦，生产稻米、粮食，然后再去吃兵食。啊，咱个啊个气数好大，啊，咱台湾人要大事爱家己去，好、哦。过来，你看这里，伫翠华路高雄市翠华路哈、哦，这里国贸，伊这后边迄边就是国贸新村。这边来叫做啥物村，我唔知哈。起个遮水，佮有几万平的草坪，即个因遐中国囡仔都啊耍吼，放风吹雨的无？安尼有豪华，砍头都爱天都避开，这真正世界最豪华的人。吼，唔是干那遮尔，我是记这个咧。哦，规个台北市满世界，那建村改建拢起个足水的。好，那么。来到2006年10月20日，咱秘书长控美案哈，美国华府联邦法院有判5个哈，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普遍承认的政府，即马这个政府是中国人的政府，中国的流氓政府，唔是咱的政府哦哈。本土台湾人还佫活伫政治的联合当中啊，那么台湾佮今还佫是美国军事占领中。美国的行政单位应该要主动协助原告，就是咱本土台湾人，要协助咱台湾人。好，过来，咱来看讲有关台湾地位的国际条约，还是法律，还是宣言，
伊个位阶来做一个比较，哈、哦。上重要就是1895年，哈、哦，4月17日下关条，这是日本的用语，哈、哦。啊，国民党的用语拢讲叫做马关条的，其实这马关条唔对啦，哈、哦。因为所有的签约拢是用一个地方的名，啊，伫日本的下关所签的当然是下关条的啊。啊，你看像那伫巴黎签的，就是巴黎号的，哦，伫台北签的台北号的，伫，好、哦，过来，1952年4月28日生效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好、哦，你看这伫旧金山签的，所以就叫做旧金山合约，这两个是上重要的，好、哦，一个就是讲日本天皇依据下关条约摕到台湾甲澎湖，第二个就是51个国家签署的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这种是国际条约，你会记这两个是位阶相关。哦，台湾的前途就是靠这两条条约，这两个哈、哦。那么台北合约，伊是以旧金山合约做母约。哦，得在旧金山合约底4月28日生效迄一天，美国强烈要求日本政府你要跟伫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签台北合约。哈、哦，但这个台北合约底。台北合约就是日华合约啦哈。伫1972年9月29日，因为日本去跟中华民国断交，去跟阿强啊建交，所以这个台北合约已经失效了哈，就已经台北合约无效了啊。过来，1979年1月1日，这个美国台湾关系法，这是美国国内法，美国应该的参众院伫美国订。啊，进行在台湾实施，拢无含咱台湾人参详，这是国内法。过来，1943年11月25日，所谓的开罗宣言，啊，这根本唔是宣，啥物宣言，是一个新闻公报尔啦，吼、哦。因为迄是这个一个意向书尔，对政治主张，吼、哦，而且无人签名，吼、哦，罗斯福也无签名，丘吉尔反对，更加。无签名，啊！迄阵呢，本来要招斯大林来做来开，斯大林听了讲，蒋介石要来，袂愿意，袂愿来，哈、哦。所以，但是这個新闻公报有效无？哈、哦。那伊后边的人哈、哦，虽然无签字啦，但是伊那嘴有讲出来，啊就握手都拢有效啊。啊，谁人他也不也无效。其实就是1950年6月25日。韩战爆发了，迄阵美国伊咧讲个开罗宣言，甲蒋介石讲，讲只要你呐战后吼，甲、哦、日本打败了，台湾甲澎湖要还予你，啊，但是你袂使，你爱甲保证，袂使向外扩张武力的对啊，袂使占邻国的地区，啊，叫蒋介石敢来保证中国甲安尼甲保证，但是来到话毛泽东。伊发动抗美援朝，无去支援韩战，哈、哦，支援北韩怕南韩，啊，所以这违反美国当初你所讲的这个默契，啊，所以本来有效，尾啊美国不爱遵守啊，伊讲开始要用围堵政策，哈、哦，围堵共产对外扩张，所以开始1950年6月25日韩战爆发两天后。6月27日，美国杜鲁门总统宣布台湾海峡地位中立化，哦，派美国地区舰队伫台湾海峡去巡逻，有两个目的：第一，不要让蒋介石反攻大陆；第二，也不要让毛泽东来占领台湾。好，那么台湾的主权，咱来个分条哈。日本是依照和平宪法第9条。第二项的规定而丧失国家交战权，这个和平宪法就是由麦克阿瑟佮修改日本帝国宪法，哈、哦，修改伊的第9条，而且不得主动履行防卫台湾之义务，袂使主动，啊，表示他可以被动，那伫美国的要求下，哦，他可以协防台湾，哈、哦。美日安保条约是日本伫美国的同意之下，得以被动来履行其国防方面之主权义务，作为防卫台湾之法源依据。
每日安保条的，包括台湾甲澎湖，我较早是拢无写，甲近嘛无写，但是都前几年啊有改做讲周边有事，好、哦，所以周边有事就是讲，只要日本的边啊呐发生代志，有可能影响日本，你那个是。伊就会当跟美国做来配合，吼，被动履行伊国防方面的义务。美日安保条约正是日本对台湾尚保有主权义务之具体证据。哈，美日安保体系之周边有事，就是讲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有事，就是美国有事。日本有代志，美国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爱去保护日本。那么台湾有代志，等于日本有代志，好，日本代志有代志，等于美国有代志，哦，这是安保条约的精神，互相协防，哈。那来做一个小结论，哈。咱台湾正港的国际地位就是日本天皇所属，简称日属；美国军事占领，简称美占，哈。这咱上重要一个基本的认识，哈。好，过来。美军占领台湾有啥物法律的依据，啊，就各有啥物迹象可以表明？好，咱来看嘛。好嘞 ，AIT 内湖新馆的意义哈，啊，这占地它能满平，哦，花费新台币62亿哈，这全球最贵，啊，不是上大，上大是伊拉克，哈，伊拉克上大，因为伊拉克因咧回教激进派哈，就爱用汽车炸弹。好，来这拢装炸弹啊，塞到几人啊，给你弄入好了。所以美国伊个伊拉克迄个大使馆的区占地足宽，啊路要入去拢弯弯曲曲，无互你直线加速直接弄入。好，啊所以有分外围区、中围区、内围区。好，所以咱台湾这是开疆界经验哈。伊内底建材全部吼由美国进口，而且。你看伊这起的时候，拢甲你电源看布棚，无好你看到讲你内底咧变啥哈？咧起啥物哈？哦，这有机密的关系。那么，咱台湾的工人敢来这样起外口这个围墙，哦，所以内部这个较重要的这哈，拢是美国建材，美国进口，美国人伫内底咧施工，哈，啊，这是一个完成图的意向图了哈。那么也从1999年个加1999年，定个要200年，哦，你敢不看人签约签遮久个？而且200年，然后198年搞个会当延期哈、哦，这等于是伊个哈伊个土地啊哈、哦。啊，完工了后会进驻8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来驻守哈、哦。啊，这根本一个新的总督府的架势，哦，就本来占台湾起即马。現在所謂現在他們說的中東部、哦、那麼他根本是一個東亞防衛通訊和電站的指揮中心、哦、我們這個新竹樂山有開一個阿扁的時代那時候就編預算、哦、開差不多400億，本來是預算300億而已，2008年馬英九算到美國雖說你要追加100億的預算來做一些这个防卫，这个资料外泄哈，就一挂防护墙、防火墙，啊，不要阿强啊，诶，入侵的这个防火墙，啊，这个就是咧，其实嘛，咧防止马英九了哈，马英九做啊个美国的一挂新的作战的策略啦，啊，是一挂新的武器的这个一挂参数，拢会泄露去阿强那边，哦，所以美国讲你还佫加开100亿来做这个防护的工作。过来，咱来看防御性公投。2004年1月16日，阿扁也宣布举行防御性公投。过去美国拢，你若要公投，美国拢来禁止，拢说不啊。啊，但是阿扁嘛做起来，伊甲你创一个防御性公投，啊，这美国煞找无理由反对。啊，我要来顾台湾煞袂使。好，啊，你毋是叫中华民国替你来顾台湾甲平湖？啊，我选择中华民国总统。我要选林，啊！我咧创一个防御性公投煞袂使，美国找无理由，我嘛是准予
但是公投内容爱事先予美国看过，那爱予美国看啊，那无其他的，比如法国啊、英国，还是俄罗斯看，拢唔免。就是顶头上司是美国啊，好、哦，过来，台湾有难，好、哦，那拢美军会来驰援，好、哦，咱来看2009年八月七日莫拉克风灾，迄阵足严重个，阿英九通令各驻外使馆，好、哦、不接受外国救援。讲钱来了啊，人免来。你看这人我爱钱，所以你笑阿扁啊，海角七亿，我看伊差不多，我差不多700亿哦。哎，啊，所以你看伊创的啥物美和事啊，富邦迄个鱼翅宴有无？而且伊唔来，哦，摕我的好处哈、哦。而且伊是有意思要予中国解放军。借这个机会入来台湾，啊，在哪里来哦？哦，请神容易送神的难啊！啊，美国唔是空空虚戆的，美国伊伫台湾有2000几个工作人员啊，伊嘛知影这个情报啊。所以美国随伊的国防部随派军机甲军舰运送救援物资来台湾救灾。哎、欸，奇怪，美国若要？对外援助一挂天灾有无？美国有一个救难总署啊，哦，这民间单位，哦，唔是军方的啊。啊，那这个他也是国防部，而且美国甲中华民国的救难单位讲，你看我美国的对口单位是国防部，唔是美国救难总署。啊，这意思就是，你哪个讲美国军事占领？安尼来倒了倒一下，美军占领台湾，所以美国呐，咧管台湾的部分就是美国国防部，即军方啊，美国的军方、啊，当然是对口单位是美国国防部哈、哦。啊，你看，这就军机啊，军机为琉球的加索那空军基地，这 C-13 栋历史型运输机，哦，这足偌济，内底两底几啊只战车，哈、哦，迄阵美国还佫伫台湾有。驻军的时候，不是就有这款无人机，伫阮屏东潮州一个空降训练场，包括跳伞底下跳，包括这款无人机内底带战车，战车为用降落伞哦，降落伞为无人机后壁拍开，足大坑呢，是咱一般的军人的迄个伞的差不多5倍啊三粒，等于15个人的迄、那个。跳迄个拉卡桑哈，我能讲拉卡桑哈，准规个战车载足低哦，迄间啊差不多伫个五楼尾安尼足低，准规只战车拖住啊，就嘣一下断嘞吼，小怪像个地动安尼。我最近那阵就看美军就是拢用安尼，吼，这个伊载足侪这个防水胶布来，吼，特别有遐储药、枪炸也无储好大，爱搭一个简易像庇护的所在。另外美军呢，这个。超级种嘛，吼、哦，啊，甲美国个军舰，吼、哦，拢来伫台湾海峡，啊，因为船顶吊用无人机吊怪兽啊、山鸟，吼、哦，吊落来要支援迄个山区个纳马下乡遐，吼、哦，遐救灾。啊，你看这种军方个军机啊，唔是民间个无人机啊，吼、哦，啊，唔是，啊、哦，这就是咱国家看着讲。印证美国仍然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第23条 A， 台湾之主要占领全国，以及主要占领全国，所以台湾有难，他要来帮忙，要来救灾。那你要想，军机敢会当随意出入他国领土？啊，这袂使呢。啊，你刚才讲像，啊不，年外前，土耳其有一只军机，啊，战斗机啊。不小心有可能贴近啊，啊，不一定入侵哦，贴近叙利亚领海领空，安尼都有叙利亚飞防空飞弹甲拍落来。哦，啊，这亲门大户头拄啊，咱看这个，伊拢直接就入来到迄个台南空军基地啊。哦，而且伊若要入来，伊免通报中华民国的这个防空单位，伊讲
我要回来阮家啊，啊，这是因家啊，暂时叫你替你叫你搞替我顾一下呢，啊，意思哈。好，过来，咱来看2012年5月20日，迄个波美国军机搁再一次降落台湾，但即个是747改装的行政军用的空军 C-40 行政专机啦，哈。哎，里底站啥物人？就是美国派担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斯雷廷纳，哈，伊率领国会议员来台湾祝贺马英九连任台湾治理当局局长登基典礼。中华民国咧选的，伫美国来看，你是选一个局长，台湾治理当局局长啊。这个台湾治理当局是台湾关系法来的用语，因为袂使阁讲中华民国，因为中华民国跟美国已经断交。美国的这个国务院通令各驻外大使馆、领事馆，袂使阁称呼中华民国，哦，干那会当用台湾治理当局。啊，你想，马英九这个局长要登基大典是下早时啊10点，啊，因下晡过来，啊，这代表啥意思？你若娶新妇、嫁祖囝，请人客，啊，你请中昼啊，人客下晡较来，代表啥意思？无甲你尊重嘛。啊，有影呢！啊，美国认为讲这个局长都我还细汉的呢，所以会不下来嘛。过来，美撤侨入台，哈、哦，自设海关，哈、哦。今年2011年3月10日，日本发生核灾大地震嘛，哈、哦，海啸。美国3月18日撤侨来台，啊，迄阵中国人上台前撤侨，等于中国，中国人上惊死。啊，法国撤侨等于伊呢欧洲的本土，啊，一部分撤去南韩。好，啊，这你看，美国 AIT 穿 AIT 的背心，伊伫前一天伫网络的公布，停止所有美国签证。哦，迄阵阿袂有电子签证 ，AIT 的人拢支援来桃园机场设海关，中华民国海关靠边站。好，是美国 AIT 的。啊！因个主人遐公民的证件，互因入来台湾，啊，安排因在台湾住，哈、哦。那么，现在美国无要就近撤侨去因个美国的关岛啦，还是夏威夷州，哈、哦。美方的 AIT 禁止台湾机场设自设海关，哇，这足奇怪！海关是一个代表什么意思？主权行使的象征啊，好、哦，比如讲。咱若要出国，你得爱，你若要去美国，是毋是爱去美国大使馆，还是伫台湾得爱去 AIT 申请美国签证？有这个签证，你摕护照去到美国的本土海关的时，伊海关讲哦，啊你有美签，啊佮有证件，安尼会当互你入。你若无签证，吼、哦，海关会当佮你原机遣返，吼、哦。啊这。海关是国家主权行使的象征。刘邦政府海关欲握有啊，你注意，我在加非拥有台湾主权之美国，当然无权对丧失执行管辖权。这个握有、非拥有，一个咧，咱若去 seven 啊，去超商啦吼，去买物件，啊，比方咧买矿泉水，你摕到这罐矿泉水摕到，叫做握有，但是还不到拥有了。状态啊，你也未付钱，对吧？你得爱去到柜台，甲小姐付钱，摕了发票了，你就拥有它。所以从法理上，你在握有的状况下，你要未使拍开迄罐水来啉，照讲也未使哦。你得爱结账了出去，你才会当啉迄罐矿泉水。好、哦，法理上就安尼讲啊。啊，这嘛，赶快讲，另外一个讲法，就我拢有只有。哎，譬如讲男女朋友，你看街路男孩子握女孩子的手啊，握有不代表用啊，女孩子不一定要给你的哈，查甫嘛不一定要给抓哈，握有不代表拥有哈，一定要搞清楚哈。好，那么咱来讲，等于讲咱一个主人要转来到咱家，啊，比如讲咱到咱家是咪锁匙起来就要开门啊，就要入去啊。咱无迄个讲，手机下下过来问讲，咱个门口咧讲哥哥，啊，我要入袂使，
免问嘛吼，唔免啦吼。所以主人随时要回来，看门狗无权审查主人啊。这流亡政府海关袂使去审查，好握有台湾主权的这个，伊唔是拥有者，唔是拥有台湾主权，伊是握有哈。过来，咱来看这架无人机，真趣味啊！赶快2011年10月2日。美国空中加油机叫做 K135、哦、降落台湾松山空军基地。迄阵记者伊个问：“啊，你是怎塞这只这大只来台湾？”讲无啊，我美国在台协会 AIT 有一个官员，伊用红眼啊破病，我用这只飞行机要甲载去日本医啊。嘿、啊，奇怪，啊，若一个红眼啊病。应该拢无啥物解歹治个啦，吼、哦！咱台台病院医生都足够医啊，吼、哦！荣总嘛足够医个，那就爱送去到即个日本。其实伊个内幕就是讲，即只无人机油载较甜甜，足重个，伊就是要来测试空迄、那个松山机场伊个跑道有够用无？而且伊嘛要掠这个参数，就讲一般无人机是逆风起飞，安尼跑道会当较低的飞起来。好、哦、啊，所以但是伊要落来降落时，伊是顺向降落，要讲顺风安尼，啊顺风就要刹车要动动呢，跑道若无等会冲出跑道，会尽头，但是伊就要掠这个参数，要讲顺风降落，然后要起飞，阁是顺风起飞。教工你要起飞，嘛爱逆向起飞，吼、哦。结果伊嘛敢顺风起飞，伊嘛就掠讲，我遮重的状况下，我爱拖偌久较飞起来。这个参数也掠好，就是将来头拄啊迄个 C-13历史型的这个飞行机吼，若要载重装备武器、战车之类的要入来，偌久刹车会掉咧，袂去冲出跑道，还是偌久会起飞，袂去弄到冲出跑道的。伊若冲出跑道，就去弄落壁，因为中央机着尾仔拢用枪啊轰开，吼、哦，这就是掠迄个参数，啊、哦，无可能讲，若要载一个红个啊，啊，伊细只无人机着会啊，吼、哦，等于讲，你着一般个救护车来着啊，你驶到一只鱼篮巴士来，要载一个红个啊，同个意思，吼、哦。咱来讲这个法理上的这个论述吼、哦，是拢较枯燥了，吼、哦。那么我来讲一个马英九，即马消极马英九，敢那是变作一个风气哈。啊，马英九即马啦，往年啊吼，伊拢会往来发红包，好无？啊，有一届伊就是往年啊，往那坐直升机，啊，迄阵还佫江宜桦吼做行政院长，啊，迄、那个白副总统吼。哦迄、那个，阮伫高雄拢甲讲叫做白茶鸡啊，所以姓白，我拢甲讲伊姓白啦，哈、啊。白副总统啊，做位坐迄只直升机，啊，江宜桦伊就讲，嗯，啊，我身躯有10000块呐、啊，我来甲分做十，底做18个红包，拢底1000块，按甲弹了吼，下骹人捡了，10个人捡了，即10个人总欢喜。啊，这个白茶鸡啊讲，啊，那我是。我做较大，我用两个就好啊，吼，分做两包，5000、5000。阿曼叫我伊讲，嗯，加工，哦，你都莫用1000个嘛，我拢用500个，我得拆做20包，我等下就20个人捡着欢喜啊。阿个塞直升机咧吼，我头讲，你太不爱家己包做一包，阿准跳落吼，全台湾2300万人拢欢喜啦。哦，安尼，对吧？有跳了包死的吼，即摆大拢救出来死的吼。好，安尼来看《台湾关系法》吼，伊的第二条美籍的规定吼，甲四规定吼，维持美国的能力，以抵抗任何数字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也是高压的手段。来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甲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这个这条
真侪台湾人拢认为讲，哦，就是这条咧保护咱台湾人。哦，伊唔知影讲保护台湾人，还佫有一个旧金山合约内底讲的，开始将咱保护的。因为你只所讲的是保护的住伫台湾顶端的人啊，啊，住伫顶端人就包括中国人。啊，那旧金山合约伊咧讲的是 people of Taiwan， 就是敢若保护本土台湾人，无保护中国人。所以中国人一定爱离开台湾啊！这个就是美军赴台的法律依据哈，维持美国的能力，这应该人工 power 了哈 ，power 是买这样换作军力了，维持美国的军力，就是讲部署在台湾周边的军力。好，你看，像那1996年，李登辉跟彭明敏迄个第一个民选中华民国流亡总统。发生台海危机喎，个人甲各种干外海拢迄个中国画一个禁制区，讲伊要消费弹，就是咧干那封锁啊。美国随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而且是依据这条美国关系法第二条，好、哦。啊，这是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伊的权利甲伊的义务，干那义务权利派兵来保护台湾。啊，嘛是伊个义务，其他国家无权通派兵来。那美国派一只航空母舰去你个，吼、哦，你个国家个边啊，你甲你经过。那派两只个时，就是啥意思？准备要甲你修正，要拍来。1996年迄阵，阿强个要捉两骹个啦，所以阿强嘛向我惊着，哦，啊，你美国太附加两只航空母舰来。阿强阿官救脚、救手拢救开，轮掂伊。所以伊迄个食亏，伊知影讲，若要跟美国拼，要输舔舔。所以为迄阵开始，阿强阿军事的这个预算一直增加，一直增加，一直咧努力咧弱了对啊，要追上美国的水准哈。啊，所以啊，迄阵尾啊，就是讲，当时你若要去甲美国偷摕这军方的技术，还是机密。拢爱派间谍直接入去到美国，即方面呢，有网络用骇客直接就给你骇入你的国防部啊，是你的这一挂实验室，给你偷得来这一挂军事的机密，还是制作武器的这一挂专利技术，拢有用网络偷摕，有骇客摕。所以这几年啊，阿强爱较强是用网络骇客的方式，好爱用钱买，好，即摆去甲乌克兰，好无？还是俄罗斯买一挂武器，啊，当然俄罗斯嘛唔是戆啊，偏偏啊，苏凯，你搞买苏凯27，伊迄个 engine 无，迄个 engine 啊，最好拢爱测试，那上好的 A 级的，俄罗斯留咧家己用，啊，那测试是去拼 B 级的，较外销互中国，好啊，所以，美迄个俄罗斯无可能甲上好的卖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哈，好，我这这里都要讲过了哈。另外，这一阵1996年台海危机，两架航空母舰战斗机，一架叫做尼米兹号，一架叫做独立号啊。那么美国是中间人哈，台湾独立当局的总统，不论是两蒋，还是李登辉，还是陈水扁，还是今麦马英九，拢爱。看美国的目色、哦、美国对台湾当局说三道四，什么都美国说了才算。哦，等于你老大哥哈，阿隆比利亚不要你下指导棋哈、哦。你看2000年阿扁啊，第一个选的总统520阿扁啊，去你演讲，哈、哦，伊讲一个四不一没有，这就是需要美国操控指导，唔开讲这个四不一没有。迄当时，我阿未加入台湾民政府，阿未熟悉咱秘书长林志升，所以我迄阵我那要个强烈台独倾向，所以我迄阵阿扁也算着，我总欢喜，讲啊台湾人终于出头天了，啊，但我迄讲着等要看讲阿扁的就职文告要讲啥，就职演说要讲啥，足期待，我阮几下安尼坐坐咧看电视。我一出来一个讲四不一没有，哇！阮大家拢在倒向呀，
够失望的。好、哦，全世界无一个总统起来讲，我无要做这個，无要做这個，无要做、這個。啊，无选你要创啥？总统起来嘛，讲我起来，我要做安怎？哦，像柯文哲做的台北市长，我起来是开放政府，全民参与。哦，资料全部公开。哦，我要安尼做，准备做啥？拄好一个，去利用旱冬旱灾。我讲这袂当做，那袂当做。咱来看讲，美国甲韩这事不宜没有去讲啥。来，第一个，不宣布台湾独立，哈、哦，两国论不路线，不举行统独公投，哈、哦，不变更国号，好不好？啊，另外。不，啊，就是选一个放屁总统，这不做，那不做，安尼。过来，没有统会统一纲领，啊，就国统会的问题，啊，表示要继续统一啦。啊，这真正真吃力哈，予咱台湾人有够失望的哈。啊，这尾啊，咱过刚较早唔知影，无了解，哦，原来。后壁一个中正人伫遐咧人嘛，伫遐咧甲你操控嘛，所以你台湾人，佮安怎较变了，变袂出讲如来佛的手掌心，好、哦。过来委任占领授权书，哈、哦。1979年之前，美国承认中华民国。1979年1月1号，美国跟流亡的中华民国断交。美国。伊个国会随制定台湾关系法来代替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伊个本质嘛是代理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授权书。因为你若等到了过期嘞，麦克阿瑟一般命令会等在哩，所以伊关要定一个台湾关系法来连接。而且台湾关系法就等于讲，中华民国无，但是要佫有一个台湾治理当局，台湾 authority。好，啊，你即马。那用算呢？算到是台湾治理当局的局长。那较早李登辉、进前蒋经国啦，是这个蒋中正，一定要用派啊，今嘛好利用算的啊，等于算台湾的总经理同款哈。好，这刚才讲讲这台湾治理当局，袂使阁称中华民国哈。所以李登辉啦，陈水扁。虽然你是总统，但是伊是流亡政府的总统。好，再来，咱来看2008年哈，玉山四号政经兵推，迄阵阿扁还特别热烈嘛哈，马英九也拄啊算着，阿扁有邀请马英九，但是马英九拒绝。那么，但是 AIT 的处长迄阵叫做杨树立，这个处长，跟美军的官员，却以坐银豹装甲车进入横山指挥所观察。红山指挥所，国军方上观看的一个军事指挥所，啊，底下的兵，你那美军的官员的量里面，而且兵推是机的，那外国的军方里面，好、哦，那个美国在台协会，这个处长里面，这个所谓观察，其实。交通爱好者视察，上级指导单位来看你视察，你的玉山四号兵推推得好不好？好、哦，这就是作战战略的布置部署。好、哦，这是上级指导单位的视察，你的军事部署，你的兵推推了好些嘛？哈、哦。为者，咱来点讲，今天美国军事占领台湾，头拄啊有一挂法律上的依据哈，那、哦、有这个。台湾关系法啦，旧金山合约啦，吼、哦，这东西法理依据。啊，那像这款啊，都迹象，你讲哦，真正有一个美国老大哥在后边咧，甲咱下指导棋，咧甲咱管哈。好，过来，和美国下令涂销中华民国国徽的各式军事武器。好、哦，另外，这2010年四月，这个汉光演习哈，28号，教工这。车头遮拢有军徽，那个中华民国那个国有了哈，因为大国有拢大理啊，啊拢顶摆拢浮雕的，啊是安那用浮雕，咱秘书长较高嘛，好、哦，而且虽然浮雕的，但是迄个
依稀可见的哈，包括这直升机交这些所在了嘛，嘛也个有哈。啊，这是美国家己有讲嘛，吼，讲恐怖组织三要件，因国务院家己讲的。第一，唔是国家；第二，有武器；第三，在当地征兵。我们来看宾拉登，宾拉登不是国家，宾拉登拥有武器，宾拉登在当地用伊斯兰回教教义哈来吸引一挂激进派的人来参加伊个开打组织，来组成一挂恐怖组织。所以这三拢符合宾拉登，所以美国讲宾拉登是恐怖组织。啊，你甲中华民国斗去，中华民国美国讲。中华民国跟台湾都不是国家，中华民国拥有武器，啊，搁你美国买的，吼、哦，中华民国搁伫咱台湾平哦，叫咱台湾人去做兵征兵，是不？讲这是做兵是吼、哦、国民的荣誉，哦，台湾人迄阵要去做兵，上火车站，镇长乡镇都爱甲上去火车站，搁甲你放炮啊，哦，爱就是用宣传。和恁公公，佮就讲做兵做公营的，我表示讲你体格家庭的，两去做兵，体格无好，佮袂当去做，和你感觉你做公营的。哦，所以咱必须要讲，哎、欸，你家己讲的哦，恐怖组织三要件，中华民国拢是呢。啊，你佮和伊不给打中华民国这个国徽去哩，啊，比如讲支持李辉的下面呢，叫中华民国头拄遐武器拢付掉，有无？过来，咱来看，阿扁也要下令将四射飞弹引起美方关切。哈、哦，这2011年，哈、哦，最新一期国防新闻，哈、哦，也周刊报道，前总统陈水扁在下任前一两个月，曾下令试射一枚中程飞弹，随即引起美方关切。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特别到台湾国防部查证，其实一些报纸报台湾拢唔对，而且中华民是吧？台湾自己当局啦，哈、哦。迄阵的国防部长蔡明宪讲，美方对台湾试射飞弹感到关切。美国资深官员隔周就到他的办公室，问他有没有试射飞弹。蔡明宪回答说，只是试射而已，尚未生产。他同时还向美方保证，台湾的飞弹只是用来防卫，而不是攻击。刚刚一个德阿伯过来讲，无我这咧摸摸咧好看，也无要切菜，也无要创啥安尼。你看趣味无？啊，开遐侪钱，迄一个飞弹拢几啊百万呢，吼、哦！这做矛盾呢，吼、哦！都拢爱甲美国保证，我这支长矛抹甲足来，是咧抹好看的啦，啊，唔是要出要共拍的哈、哦！啊，最佳的防卫就是攻击，哦，攻击就是最佳的防卫。啊，你做者讲摆里啊好看呢，啊，这哪讲？无美国的压力哈，别安尼讲哈。过来，咱来看讲，受到美国管制军事武器发展的国家有韩国、日本、台湾。啊，足趣味哦！你甲这三个，韩国、日本、台湾，甲加做伙，变做啥？大日本帝国。哦，即摆就是因为战后，美国惊日本佫用起，你若无甲这三个。所在甲跳开哦，去日本夹起作用诶，吼，因为台湾是宝岛，物产丰富，吼，你要烧钱一定爱有粮草，台湾拄啊变作生产粮草诶国家诶所在，而且台湾人足聪明，所以日本人来台湾50年咧，咱台湾人有法度甲咱台湾变作，甲咱变脱胎换骨，互咱台湾。诶，水准跟日本差不多，吼、哦。短短50年你看进步有紧无？哦，咱伫差不多1935年，你看即马差不多70到80年前哦，咱台湾的办过世界博览会啊。哦，1935年，日本在台湾那个接政40年，好、哦，始政40年。40年后，台湾的办世界博览会，
阿公啊，到2010年较办一个上海世界博览会有无？差能差70几年哈。那么这三个所在受美国管制的内容是啥？伊军事武器哈，第一就是飞弹射程。所以头拄啊，阿边啊咧试射一个中程飞弹，阿美国都随来为东哈，主动主席啊。同款呢，韩国嘛是安尼。韩国过去，美国甲韩这里所做的飞弹射程袂使超过300公里，一直到去年，美国开放讲，你会当做800公里。啊，但你若800公里，你的弹头敢会当到300公斤的弹头？啊，你若做500公里，你的弹头会当到500公斤的弹头？哦，美国是安尼个限制。过来，核武研制，足多，这三个拢也已经也要做核子武器啊。好，1982年，蒋介石，好，进前口口声声拢讲，因中华民国未发展核子武器，但是私底下，清大有核研所，佮中科院嘛有核子研究所，都、就是拢输啊，偷偷啊咧研究变啊做原子弹。啊，拢已经做甲拢电脑推演拢 OK 啊！啊，要气崩，嘛甲直接小型的原型载伫个无人机顶专机，要驶去南非，迄阵含南非也有邦交，要去遐气崩。啊，可能我咧想，迄个美国 CIA 安迄个定时炸弹，迄只无人机啊未飞到南非，就伫个海里就崩去啊！而且1982年发生这个张献义事件，哈，这个伊是中科院的核研所副所长，啊，这伊伫美国留学的时候，由美国甲吸收做 CIA， 哦，做情报人员，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所以伫伊收集证据当中收集好了，好，伫美国安排之下。离开台湾，把这资料拢送给美国，所以美国伫一礼拜哦，哦，陪同联合国的这个核子武器的这个检查小组的人来到台湾，去甲中科院、甲清华大学这个核子反应炉，哈、哦，啊，甲一挂仪器设备，查封的查封，哈、哦，啊，没收拆，甲迄个反应炉甲封起来，用阿门头封起来。哎，伊哪会当安尼做？伊哪唔去阿强啊？唔，迄个北韩哦，金正恩、金正日因哦，拢嘛不是咧呛声讲要阁做原子弹？伊哪唔去甲封伊个这个咧研究核子弹的这个设备去甲封去甲拆？好，过来，暂时军事指挥权，这嘛是由美国控制，韩国。美韩联军兵种时是韩国的这个指挥官咧指挥部队，但是若发生战争，若譬如讲南北韩战争搁起，就美军指挥官起来指挥部队，所以暂时的指挥权嘛是由美国控制。伫2012年，美韩的军方的高峰会议有按照讲2014年，就是去年啦哈。4月份要把暂时的指挥权要交予韩国军，我结果前年外发生天安舰事件，南韩的一只军舰莫名其妙用水雷甲炸沉，所以过年本来就讲要把暂时指挥权要交予韩军，韩国主动要求讲啊，慢些。也是你美军，那伫发生战争时，也是美军你来指挥占领，或者军事作战，好，所以暂时的指挥权，嘛是控制伫美国的手里，甚至包括中华民国，伫美国的想定，吼，伊的作战想定、战略计划来讲，如果中华民国空军，那是许阿强啊，拍败吼，比如
这个啊防空的这个啥子制空权，然后嘿，安尼过去吼，你中华民国伫西部沿海在陆军哈、哦、往内撤离十公里，你做啥？你进空吼、哦，和我美军来，我美国无人机来，若要轰炸伊，阿公若要登陆伫沿岸的时候，我要爬较方便，较袂误伤友军啊，就是中华民国国军啊、哦，这有这款的讲法哈，啊，这就是暂时的指挥权。中华民国，美国已经要求讲，伊的司令部，陆海空三军司令部要裁撤，存指挥部。啊，存指挥部谁在发号施令？无司令部啊，无海军司令部，无空军司令部，无陆军司令部。啊，啥物人要发号施令？就是伫美国太平洋这个总部啊、哦，总司令部，伫夏威夷。美军直接底下发布命令。好，现在阿强阿卡会拍金门，哦，阿古兰古这个古林头战役，现在阿强会拍败，我头都有讲过，好，你着卖个讲，哈。啊，这是国共内战的。那么现在伊无来拍平湖，过去若要摕台湾，一定爱先甲平湖占领起来。啊，那阿强阿即个拍。你拍金门妈祖，无拍台湾的朋友。原来金门妈祖还阁是因中国的领土嘛，啊，因咧抢伊块土地是国民党甲共产党咧国共内战。伊若去拍朋友，变成啥？迄国际战争咧，是拍着日本国咧。所以阿公啊，毛泽东头壳要清楚，伊唔敢惹即款国际战争，哦，因为后壁。美国哦，日本、美国咧甲停咧哈，这是国际战争了哈。好，啊，怎么咱来了解？被占领区的国防由占领军负责。好，台湾什么人？有台湾朋友有什么人占咧？美国嘛，啊，所以美国爱来接台湾的国防权嘛。所以台湾个朋友，好，伫1996年。高雄港甲吉隆港被封锁，美军随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就是台湾的国防占领军，美国你爱负责嘛，所以克林顿唔敢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出来，而且唔是出来郊游，唔是使来要来看迄个华联外海什么海豚呢？唔是呢，吼、哦，要开足侪钱呢，阿明叫人开钱哈。哦那么蒋介石穿军装，好，你来看，应该就重要的庆典的回忆了哈。就职伊拢穿军装，因为伊家己知影，伊是代理美国军政府来占领台湾。来，你看，1960年6月18号，美国的艾森豪总统来访问台湾，蒋中正去松山机场迎接，因为伊穿军装。伊个头家穿西装，好、哦、，OK， 这个快没电了哈，要搞换一下。所以你来看，为只做清楚的嘛。好、哦，美国是文人总统，啊、哦，文人总统，伊虽然是文人总统，但是他是三军的统帅，三军的统帅，国防部美国国防部嘛是这个文人总统咧管的。啊、美国国防部的美国军事政府在管这台湾这个代理的这个蒋介石，所以美这个蒋介石是代表美军占领台湾，所以伊爱穿军装啊、哦。你敢捌看伊穿西装？你捌看过蒋介石穿西装的相片无？唔捌嘛？我给你看者哈、哦。来，你看1949年。一绕跑，哈、哦，国共内战招输，哎，遭遇访问，迄阵菲律宾的基尼诺，可能输啊，伊问，甲问看讲，啊，我若流亡来恁菲律宾好唔好？所以伊个来，因为伊穿西装，甲领裤带有，这足少有诶，因为伊知影离开台湾，伊都唔是占领代表美军占领遮个时阵，
所以出国伊就爱穿西装，包括伊访问南韩，伊跟李承晚吼，迄阵总统李承晚见面，伊嘛穿西装。拄啊这两届，伊若出国离开台湾，伊就毋是台湾的君主占领者吼。所以咱来做一个小结论吼，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一切依法行事。而且美国总统受国会包括法院监督，哦，伊唔敢违法，吼，哦，伊若违法会变成啥？会许后壁即司法单位吼，甲起诉。过来，国际社会拢了解咱台湾的真正的地位，吼，哦，就敢若咱台湾人被蒙在鼓里，坐井观天呐，吼，哦。你甲注意看即摆。伫台湾的电视，还是尤其电视啦吼，无啥咧报国际新闻，上好你拢卖知影吼，安尼国民党要甲咱骗，较好骗安尼。以上种种迹象证明吼，美国一直在管辖台湾，吼美国，讲伊头拄好讲两千几个工作人员伫台湾吼咧工作吼，要收集一挂资讯资料吼。美军从未离开台湾，一直在占领中。即使伊是军方的人，拢穿便服啊，吼，无穿军装，互你看，你会感觉讲，哎，哪有美国军事占领台湾？吼，其实譬如讲像一挂高山的这个雷达站，还是监听站，这款的重要的军事设施，内底拢美军咧直接操控，只是拢。无穿军装，拢穿咱一般的便装，所以你看不出来。吼，哦，这是当时美国要跟阿强啊建交，迄阵有规定讲，美军爱撤离台湾，所以美国只好讲啊，表面上我都拢无军人咯，吼，哦。OK， 好，过来咱来参考讲其他的国家。用自治建国的模式来做一个探讨哈，来，咱来看古巴建国模式，这是美国跟西班牙1898年好修建，啊建了差不多不到三个月，西班牙就投降，啊所以西班牙跟美国在1998年12月10号签订巴黎合约，哦，啊，根据巴黎合约，西班牙放弃古巴，而且跟台湾改讲啊，割让菲律宾跟波多黎各包括关岛和美国。那么美国协助古巴在1902年5月20号和古巴独立，哦，但是古巴独立是美国甲斗相共啊，哦，你要了解，哦，啊，但是美国有在古巴设一个组一个基地，叫做关达纳摩啊，这个基地哈，哦。好，过来咱来看古巴跟台湾伊的境遇来做一个比较，两个拢是因为合约被放弃，哦古巴独立成功，啊，台湾到即马地位未定，哦，这原来就是讲，古巴当时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只有殖民地才可以割让，哦，啊嘛，只有殖民地才可以独立，哦，那么台湾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已经是日本的国土，啊，这就已经割袂出去啊，所以现在究竟那合约跟他规定讲？日本放弃台湾跟澎湖，敢那用放弃啥物件？放弃地上的管辖治理权，哈，无放弃主权，所以所有权证等于还佫日本提侬个名，就敢那讲我佮你租一块地，我佮你租敢有变更你个名？所有权证要你个名，只是你放弃我佮你租迄段时间，我伫顶管要种啥物件，就在我种，但是租用若到你无爱佮租我，你就佮个。地上全个修等，就是管辖这里那个修等哈。过来，咱来看菲律宾的建国模式，这是因为美国跟西班牙签一个巴黎合约哈，从西班牙取得菲律宾，受制于非独之反抗军游击战哈。台湾有台独，菲律宾嘛有非独，啊，这非独不止去骚扰美军，去攻打美军，啊，美国就去个追剿。菲律宾有4000几个岛，吼，较大个岛2000几个。啊，伊个菲律宾的
独派反抗军的，踮咪走这个岛，你个约个岛，伊个调走个岛，吼、哦，美国头阿摸咧烧，美军啊，尾下甲招讲啊好，你个首领来，咱来协商者，你个话美国关十栋，十栋后吼，互恁独立建国啊、哦，所以美国同意菲律宾有十年的自治期哈、哦，美国甲斗三工，互伊学习如何管理自己的国家。但是其中的1941年日军攻陷马尼拉，吼、哦，迄阵麦克阿瑟伫菲律宾做总司令，伊阵甲菲律宾迄当时自治的总统一同撤退去澳洲，有无？还有讲一句话，我必将回来，有无？那么1945年9月7日日本投降，一直到1947年的7月7日，菲律宾在美国协助下独立建国成功。你注意看，这个7月7日，美国独立纪念日，好、哦，美国的国庆日7月7日，所以菲律宾的国庆日嘛是7月7日。啊，咱台湾民政府2010年7月7日，伫美国的协助之下，咱伫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使馆特区，哦，咱嘛伫遐设办事处。7月7日，哦，所以这意涵嘛真趣味哈。那么我有时在怀疑讲，这个麦克阿瑟哈，伊一世人上无民主，就是讲，伊伫菲律宾咧做总司令的时候，迄三个差不多三个月就迄个，咱的台湾军包括日本皇军，甲菲律宾甲占领起来。啊，还无采讲西点军校哦，诶，高材生安尼接无民主撤退离开，而且伊迄阵太平洋战争开始，美国咧反攻的时候，迄阵罗斯福总统要阁选连任，那么伊去甲罗斯福讲讲，咱爱来摕甲菲律宾摕转啊，啊，这个尼米兹。上将吼，以及太平洋的这个海军总司令，伊嘛去甲罗斯福总统游说讲，咱爱甲台湾退改，啊，佮甲台湾海峡对面迄个福建呢，吼、哦、闽南地区，然后伫福建遐有呐占了一部分做滩头堡，啊，勾一条线水平线，就是讲，因为日本的一挂矿砂石油，爱为南洋遐国家生产了啊。哦开采了，要经过台湾海峡，上登日本炼做汽油，还是炼做钢铁来做武器。哦，啊，你若甲台湾海峡，哦，你若甲台湾退开占领，啊，佮甲福建甲占领一部分，啊，甲台湾海峡封锁，啊，东平这边为台湾起飞飞机会当去巡逻，哦，包括巴士海峡冻掉了，安尼截断日本从南。南洋这国家的一寡物资要送啦，送袂当啊！那无石油，日本军都要熬住啊，飞行机飞袂起来，船也驶袂出去啊！哦，战争的末期，日本就是这个经验，就是迄阵，规个海上的封锁，哈、哦，拢由美国，啊，就制空权也好，制海权拢由美国退啊，所以迄阵一寡物资无当。我都上登去日本哈，炼做武器，啊，伫炼做汽油。那么，这两个拢咧，找这个什么罗斯福总统爱甲支持。尾下这个麦克阿瑟讲，你若听我的吼，因为咱美国从来没有一块土地被敌国占领，拄啊菲律宾。休日本占领，国家耻辱啊！罗斯福听也蛮无力的吼。那么迄阵台湾日本军嘛是知影讲，美国菲律宾摕了，会原来就继续摕台湾，所以为东北调常用的关东军调来守台湾。啊，迄阵个规个台湾
会使讲拢是日本军嘛。哦，咱所有台湾人拢日本的台湾人，所以你若要来打台湾，爱思想上中啊，这个麦克阿瑟讲，差不多爱40万的美军，哦，这成本上高。我讲你若听我的话，你咧选总统连任，我会当号召以外的名声，我来号召一挂美国人来支持你。啊，所以罗斯福不也听伊的。我所以甲菲律宾占领落来，哦，发现讲，干来要拍菲律宾，就死遐侪美军。啊，若要拍菲律宾，拢是迄阵拢支持美国较侪嘛。干来迄阵早期有一部分的反抗军，但是菲律宾伊有美国管遐久吼，大部分拢是挺美国的嘛。拍菲律宾就遮麻烦啊，死遐侪人。啊，台湾拢规个拢是日本军。哦，啊这唔通咯，规来拍迄较细粒的，迄琉球无细粒啊尔。靠硬，有这段故事啦吼。好，过来，咱来看立陶宛建国的模式。立陶宛第二次建交，吼，伊拄啊伫苏联的边啊呢，伫乌克兰的吼，西边这边吼。随后苏联并吞，但伊伫1990年3月11号宣布独立，这是伊的民间意味，家己宣布独立。但是迄阵国际社会拢咧观望，包括美国、英国，拢遮个大个国家拢无甲承认。伊讲啊，你毋来咧算真啊算假。但是立陶宛的人民抵制苏联军政府所举办的选举，合伊个投票率低于50%。好、哦，你若投票率低于50%，国际就知影讲啊，恁无愿意搁抵。这个苏联军的统治之下，所以国际就不承认苏联合法统治立陶宛的这个合法性。啊，所以后来因吼，在1991年啊9月完成独立公投啊，苏联虽率先承认，像你看大势已去，所以这民主可以啊。咱来当来有立陶宛抵制选举的意思来看，你若参与。流氓中华民国的流氓政权选举甲投票的效果，这真值得吼，你要注意听。伫咱那，比如讲总统流氓总统大选，你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打入伊的投票所，咱就先输一半，安那？等于你承认你是中国人嘛？你唔该摕中华民国身份证去遐甲投票，领到选票了，伫自由意志之下，你甲投出来。你若以2008年甲2012年，甲当作统独公投，独派谢长廷吼，2008年含统派马英九，咱输200万票；独派小英含统派马英九，2012年咱阁输80万票，有无？啊，你甲看，如果迄届那是统独公投，哦，咱惨啊嘞！全世界拢会认为讲，啊，恁都欢喜要含阿强啊统一嘛，啊，所以解放军啊，你来台湾，啊，美国颠倒煞找无理由来甲你顾台湾的吼，因爱尊重恁台湾人的民主的选择啊，啊，所以安尼有解答无？足危险的吼。所以咱本土台湾人爱抵制任何中华民国流氓体制下各级嫌疑，无论你总统也好，立法委员。管市长吼，拢无伊甲参加，你落去甲参加投票率，因拢调侃讲，民进党也讲，啊，咱输3%呢，好两个票啊，战况激烈，大家拢爱出来投票，咱甲对方叫1.5%转来，咱就赢，有无？国民党伊嘛同款啊，所以造成啦，总统大选拢投70几%，75%上下安尼吼，投票率都足悬的。无多，咱台湾人无多，甲迄投票率降到剩50%以下，剩49%。你若投票率49%，外国人讲，嗯，恁都无爱伫中华民国体制下参加这個选举啊嘛。所以迄个算出来结果没有过半数，投票率无过半数，没有代表性啊嘛。好、哦，所以你若愈甲参加，咱努力就爱去做愈久，表示咱拢无觉醒，吼、哦，咱拢伫。中华民国体制啦，等于迄个五指山，咱拢伫内底拍滚，跳袂出去。咱的思想，你来遮上课，
绝对要甲较早国民党所改迄个等一边，你甲放空，从桂林，哦，拢听咱遮个，哦，像海面安拢甲吸收起来。过来，咱来看琉球反完模式。好，一九五二年的二月二九，琉球民政府成立，嘛就行政、立法、司法，这是美国要求之下，因咧学三权分立的味道哈。在一九五八年以前，用美行军票来代表这个币制哈，但是五八年以后开始用美一金。一九七几年。琉球还没有返还之前，琉球人若要去日本的本土，爱用美国琉球的民政府所发的旅行证件。啊，这旅行证件是当时的旅行证明书吧？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所发的。琉球人迄阵，迄个日本甲当作境外国外啊，所以琉球人若要等于日本去四大岛，也是要去东京做生意、读书。爱向美国民政府，哦，琉球列岛哈，民政府去申请旅行证件，等于护照 （passport） 的功能。虽然台湾嘛爱学琉球同款，那嘛要求美国政府爱发旅行证件给咱，唔是摕中华民国车轮牌这个护照、车牌。你若看护照，你若用绿色的。迄就是代表难民在用的，难民在用的那种绿色的。将来咱要要求美国发类似这款的 travel document 旅行证明书，哈，旅行证件，这是美国国土安全部所发的，哈，美国。所以咱即摆咧争取这個，哈。过来。1971年6月17日，美日签订琉球返还协定，签完了。伫1969年，因就咧协商啊。迄阵日本已经有趁日本政府有钱啊吼，因重建拢 OK 啊，开始做一挂电子产品，收音机、录音机、录影机、卡米拉，一挂日本产品迄阵电迄落，包括家电，包括电视，甲美国的一挂。做电子业的拢在拍倒 ，RCA 也倒嘛，美国无线电公司倒，又索尼啦，又夏普，又松下也跌倒，所以日本人赚足侪钱，开始有钱了，伊去跟美国协商讲，我爱付偌济代价，我爱赔你偌济钱，你较要甲琉球还我。美国迄阵41年前，甲开3亿2000万美金，所以日本人甲这条钱交了，因准伫。1971年，哈，6月17日签订琉球返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在1972年5月15日，尼克森政府准给琉球，包括尖阁群岛，就是钓鱼台，拢还给日本，啊，这属南洋岛。啊，那注意，拢无办公投，无公投，是美国用赔钱的方式。你看呐，当初这个琉球战役。美军死遐济，作济飞行机，互你日本拍落来，船啊，互你用神龙特工队轰沉。美军死遐济，这些煞免赔。你无代无志来搞空袭珍珠港个无？比如讲一台车，人都伫头前驶好，啊，你尾后壁讲弄，起死有无？尾把后壁讲弄，无解。保险公司一定讲啊，这爱你后壁工人一定爱赔，无理由啦，找无理由讲你阁有讲免赔啊，无。那车就等于讲珍珠港，啊你尾后壁迄工人爱赔无？一定爱赔啊，所以唔开爱赔3亿2000万美金，赔了较来签返还协定，较来琉球行。咱台湾嘛爱学安尼，台湾返还协定，咱来要求咱的日本保国。跟美国协商，看要赔偌济钱，较要甲台湾平和，要还我日本天皇。好，过来，咱来看琉球伫美军占领下的指挥结构，这是战后哦，三四十年后有一挂解密的资料出来了，日本的学者、教授、专家去研究，才知影讲哦，原来是
美国当时咧占领琉球的时候，是安尼指挥。阿美利卡哈，合众国政府，就是、美国政府哈，伊下卡的国防部指挥下卡的美国军政府哈，美国民政府，因靠这个单位靠资格下命令下指示，和琉球政府来管冲绳的住民。赶快，你那个他美国军政府、民政府，你这边个改正，伫美国国防部下卡的台湾。美国军事政府啊，还是伊下卡的台湾民政府，另外这民的挂号，咱这嘛挂号。以后美军入来了，咱这民拿掉就变台湾政府啊，琉球政府就变台湾政府。啊，咱接受美国军政府的指令来管台湾澎湖的住民，将来咱的指挥结果就是安尼。哦，咱是头家，顶管就是。美国军军美国军政府啊，顶管是美国的国防部，顶管就是美国政府，就是美国总统。美国总统握有行政权，哈。二，咱六十几年来，咱受着中华民国党国教育，哈，足侪台湾人拢许教变作中国人，认同中国。啊，这就是现在咱大概总统大选拢会输。哦，恁若较大个选举，阿扁啊，若要赢，拢爱差不多三家都有无？台北市伊选台北市第一届，就是国民党拆做两队，黄大洲、赵少康拆分开，阿扁啊一组拄啊捡着火烧炉啊。过来2000年，嘛是国民党拆做两组，连前一组，壮初路一组，阿扁啊一组，阿扁啊搁捡着火烧炉啊。2004年，那不是李登辉发动一个228砍手护台湾，阿扁啊，迄个一定输，因为迄个拄啊赢20000几票啊。啊嘛好佳哉，拄啊往那天六潭八都掉1000，佫无拍回来底落，啊拍来底落错开啊。哦，所以迄个228砍手护台湾倒出来，结果安怎？阿扁啊，拄啊赢。20000几票，甲换做趴线多多，赢0.228。哎，敢那二八事件，即个弯轮有出来咧倒三工咧，啊无太多赢这个数字，吼、哦。所以真趣味吼、哦。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仔就讲到这，啊，明仔咱阁继续，多谢各位，谢谢。